我先让你们简单一点，就是我这个改一下，这个改成
也可以的。来，这一个公式是AX 平方加 BX 加 C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来，要会用，可不可以告诉我 A 等于多少 ，B 等于多少 ，C 等于多少 ？A 三。好，非常好。A 等于三。三 B 呢？五。五 C 呢？七。好，那这么大的一个公式，我们算它很辛苦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先算一个东西，先算什么？先算最讨厌的那个。先算最讨厌的这个。可是虽然他最讨厌，可是他最重要。我今天这节课主要跟你们谈他的重要性。好，这个最重要。好，最重要。所以我们来算一下这个。一平方减四 a， 我们来算一算，算一下会变成什么？一平方是多少？二十五。好，非常好。它是负五的二次方，对不对？扣掉四 a， 然后还有什么呢？算一下，二十五扣掉多少？八十。算出来答案是多少？负五十九。负59。这什么意思？根号负五。下面为名，先为名跟根号负五十九。来，先回答我这个问题：什么叫做负根号？什么叫做根号负五十九？我们不了解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怎么了解它？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了解它，对不对？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了解它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真的，真的是负五十九，真的是这样啊！你们把这个方法牢牢记住，以后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两个乘起来会等于它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会一个困扰，这两个代表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乘起来要变负的，没有这个东西。不要觉得在讲什么。这两个一模一样了，这两个我先不要管你是多少，我不了解你没关系，好，你有可能是正的了，你俩是正数的话，这个一定要怎样？正数的，正数乘正数一点就像正数啊，好，是吧？如果你是负的呢？那因为你这两个等方嘛，所以说今天哪是负，今天哪是负的嘛，负数乘负数是像今天嘛是失败，我想要想要说失败，你一共呢？好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找不出这种答案。对你们现在而言，对我们而言，但找不出这种答案，找不到它了，找不到这种可能性，乘起来会等于负，找不出这种答案，那老公，失败在哪里？失败在它是负的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这样子讲，失败在因为它比你还要小，所以我说怎么样？理解。你们好好的把这个学起来，学一次就好，把这个好好的写一下。写完呢也失败，它错在哪里？有感觉一下吗？我们失败在哪里？因为我今天我算出来答案是负五十九。接下来我来要给他带进去啊！带进去的时候，你搞我来根号来对吗？你根号来对，我变个去了解一下，是根号负五十九的物件。这个物件介奇怪，是我安尼去甲了解嘛？我这样去了解他的时候，发现我根本都无可能找到这种答案哦，找袂到了。想那找袂到，想那他会失败，为什么往前找会找不到答案？错就错在这边，应该有负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咱再来讲。你如果用这个方法，你算出来答案如果是负的，你就说你找不到答案。道理就在这个，你们一次把它学习了，道理就在这个。你俩二票，这个可以跟你到高中五专过一回，把人每样心跟他列掉。这个到高中高才在用，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而已，就是。想让那里公也不理解，你今天那解的答案找不到了，因为我今天解的两个，我不管你是什么，反正你两个乘起来一定要负五十九，结果找不到这样的答案，解不了。解不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你我在我这边写负号，失败这样有一个负号，所以我们才会常常这样子讲，根号里面不可以出现负号，有根号里面出现负号就无解，就这样，根号里面只要出现负的，它就是无解。所以你把这个好好的记起来了。
你姨妈仅 4AC， 如果你算出来是小于，就代表它红钱，就找不到，就是这个方程式无答案，我找无答案，我找无答案，因为无合理，我找无答案。这个拿来二次函数那边，多少遍？进去函数吧。二次，二次函数。不要求焦点。对，求焦点。对。先把这个弄懂，慢慢的。你能够复习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，没有关系。我也说。
我们刚刚怎么会有那种声音呢？然后飞起来，我有点惊着嘞。我安怎弄啊？因为伊种声音真奇怪。因为，哎，让它飞起来，飞进来不是不错吗？不要让它撞墙就好。哎，小鸟常常因为撞墙撞到晕倒，直接死掉。好，来，那个负，来，同学，负 v 对吧？公式啊，哈，公式负 v 对吧？啊，负 v 本来就有负号。好，不要再我。哎，题目，哎，答案本底就一个负号。啊，我今麦要甲 v 下去，所以讲我甲 v 塞起来对吧？啊，我换一个名的。负。啊，我换啥的？负。公式老公 ax 平方加 bx，bx 就是 x 头前迄个嘛 ，x 头前迄个啊 ，x 头前迄个是啥？负，所以讲我把这个 v 退起来，啊，我把负 v 放下去，了解吗？所以颜色不一样，会发现这个负号是题目的，对吼？啊，这个负不是啊 ，v 我直接把它放下去的，很多人都错在这里，很多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这个有两个答案，对吧？这有两个答案，你看什么？哎，根号一是谁？一啊，根号一就是你啦，根号一就是，所以会等于多少呢？哎，下面是负五啊，五，所以加减多少？六，哎，然后下面多少？六，好，来，那么神奇，这个答案叫做一，好，另外一个答案呢？不是，对，故事没有错，故事没有错，六分之故事，六分一下起来的，三分之哪里有？那我是啊。我复试啊，没啦，我复试啊，我好厉害，五减一等于四啊，六分之四啊，所以三分之二，哎，三分之二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可以，懂吗？可以啊，什么东西还是要不要好了？啊，什么东西还是不要了？啊，喂，我讲好用听无啦，都高级啦，结婚的。好，这个公式会用赢未？会用了吗？太有信心了，啊？够你用，因为我们只剩一节课，这节课快结束了。目前会用了吗？会啊、哦。我想。还有判别式的。对。哎，下面时阵判别式也等于零啊。啊，恰有一节的时候。哎，下面哎，两个节一样的时候。小小组。Thank you.
天姐就是要问这个问题。可以。不可以。可以。我看到可以的请举手。啊，谢谢。这里要放什么？二二啊。其实也可以一四嘛，对不对？三三。这里要放什么？三三。过三过三。可以三三，也可以一九，对不对？这样有没有成功？算成功的了，就差符号而已。就算没有成功。行成功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先处理那个证书，最后再决定复习。所以，这呈现多少？有没有？今天存起来是四个字吗？那就存起来是有。然后两个六，那就存起来是六二三四，那存起来是六二三四。那刚才你心忙哦，你再处理一下这个东西，检查一下他给你存起来真的是那个内容，所以它是二 x 减三乘以什么？二乘以减三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这两个一模一样，快问。一模一样，啊，一模一样，哎，还记得吗？这两个相乘等于，接下来我们怎么算还记得吗？它是二乘减三等于。再来，那整个也叠。心脏。对叠哈，对叠，心脏会写什么？二乘减三。二乘减三等于，这个也是吧？哎，所以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边算出来答案跟这边算出来答案一样。这个时候我就说，这个方程式有什么呢？恰有一解。有两个相等的解，不是恰有一解。那两个姐刚好一样，应该说恰有一节，对，恰有一节，两个答案刚好一样。一款嘛，加省呀，加省说赶快了，两个答案刚好一样，两个答案刚好一样，可以吗？哎，我问你哦。我问你哦，那个配置先不要讲。A 等于多少 ？A 等于四。B 呢？负十二。C 呢？九。还没算之前，请你猜猜看。知道了，先不要讲，让其他人猜一下。你觉得我这个算出来的答案应该会是多少？才会算出两个相同的答案。这个应该要算出多少？啊？等一下，我要带公式哦。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要带公式。等一下，我要带公式。来 ，b 平方 b 是多少？五十二，扣掉什么？四。a 多少？四。c 呢？九。来算一下，算一下。三十六乘以九。这个五十二平方。一四四。一四四。这边是。一四四。十六乘以九。把括号写一四四，相减多少？零。所以我的答案，哎，零可不可以算？可以啊。根号零到底是？不是没有啊。根号零的是零嘛哈？可以哈。根号零的是零在哈。根号零的是零。根号零的是零。所以我的答案零多少呢？二 a。负 b b 几毫升？可以啊。加减根号下零，哎，啊，我要加零，我要减零，我算跟没算有没有一样？没有，有一样的。我加零算出来答案跟我减零算出来答案有不一样？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一样。等一下啊。啊，加零跟减零好像是不知道。我加零，这里是多少？十二加零好点。十二减毫升，所以我会算两个答案了，一个是十二加零除以八，还有一个答案什么呢？负十二。啊？十二啦。十二减零。除以八。两个答案会怎样？是一样。二分之四。一样。一数的是公，一数的是公。这个物件，你算开吼，你算开有三种情况。
一种情况是无解，少于零，我们就会说它怎样？无解，找不到答案。找不到答案的关键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在根号里面，不合理。那如果刚好等于两个解一样，一个，对，会有两个相同的答案，两个答案刚好一样，两个答案，你看我们再算是算两次嘛，一个是12加0除以8，一个是12减0除以8，它是多少？这两个答案是两个，所以我们会说两个相同的答案。阿杜公斤的是大于零，还记得刚刚我们算出一吗？有没有？根号一嘛，哈，对不？根号一是不是算出一个加一的，一个什么减一的？你算出来两个答案会怎么样？不一样，所以会算出两个。对，不同的。两个不同。这个是相同。哥俩的时光，你注意看。如果他可以写出两个相同的答案，就代表，注意看啊，这个方程式就特别哦，这个方程式非常的特别，他刚好写成什么？二 x 减三乘以二 x 减三平方，它是一个完全平方公式。它是一个完全平方式，超平方，超的好。代表 a 就是平方加 b 就是加 c， 一定可以写成一个东西的平方。我们就说它是一个完全平方公式。把这个写一下，把这个。如果可以不看黑板自己写的话，那就开吧。啊，如果没办法也没关系啊。剩17分钟。这个 B 平方减 CAC 非常的好用，非常的好用。是那个那么高的，对吧？刚好那种薄底剂里面有高的。好。呵。爱笑，不管你多熟悉，最重要的是讲，这个判别式密码解释 A 呢，刚好等于另外个是一个完全公式。那谈到我们这个例子。让你看到这一个，你可以得到两个相等的答案，一定是它可以分解成两个相同的因式，它才有可能说会得到两个相同的答案，就是这两个一模一样，你才有机会得到两个相同的答案。所以它这一个的长相一定会是一个东西的平方，就是它是二 x 减三的平方，两个一模一样。所以你们要把它记起来，哪里？这个是，对。
来同学啦，来来来，那不是在开头大小吗？啊，你想说相反？对，我现在只是在讲往上开还是往下开。哦，啊，就正着往上。来来来来，同学看一下，来，我记得我曾经教过你们怎么把它涂很快的，稍微想一下，来看一下这个，这个代表什么？还记得吗？这个代表 X， 呃 ，Y 往上一点。开始的意思。在一切事情都还没发生的时候，它是这样。一。在 X 还没发生的时候，在 X 还没发生就 X 的时候，在一切事情都还没发生的时候，它仍在那里，它仍站在一的地方。在零的时候 ，Y 等于一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，继续听哦，继续听哦。开始，来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呢？还记得吗？这个看什么？这看 X。这看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左还是右吗？在看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加速度，最前面那个才是加速度。这个是出发点，这是出发。速度如果是二，它会怎么冲出去？它一开始的速度是二，冲出去，所以会怎样？要用速度是二的方式冲出去。什么叫用速度是二的方式冲出去？什么是速度二？一格的时候怎么进行的？两格。这个叫做用二的方式，从用二的速度冲出去。在这个地方用二的速度冲出去，可以吗？在这一个告诉我们，加速度是正的，所以它开口是向上，所以它图形，因为它一开始的出发速度是，然后开口又要往上，所以它最后图形会长这样。可是我不确定，它到底是，注意看，它到底是这一种呢，还是？这一种呢，还是没有的。对，还是这一种。到底是哪一种？要看怎么看？刚刚那个第一篇章节。对。所以，来。b 平方减 4ac 对这个来讲，你的 b 是多少？二啊。这个的 a， 这个的 b， 这个的 c， 所以 b 平方二平方减四乘以三乘以 c， 所以呢，四减多少？结果呢？负的六十八。负八吧。负八代表没有减。没有解的意思，没有解的意思就是没有焦点，跟 X 轴没有焦点，所以它图形是编号一号还是二号还是三号？一号，一号。所以答案编号是一号，因为没有焦点。答案编号是一号。先把这个稍微记录一下，不懂的我也再讲一下。如果有解的，我的题目就要稍微改一下才会有解。有解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你算到后来刚好等于零，刚好等于零的话，就是两个答案刚好一样的，就是不是两个不同的答案。如果两个好，如果你算出来是大于零的话，就代表你会算出两个不同答案的。那、啊、你会算出两个不同答案的话，就代表会出现两个焦点，可以哈。可是如果你算出来刚好一样呢，这两个点就会碰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就会变这种。所以。
所以你可以在旁边注意什么时候会发生二的情况呢？就是一平方减四 ac 安装时，什么时候会发生三的情况呢？一平方减四 ac 可爱大一点，什么时候会发生一的情况呢？一平方减四 ac 小于零的。
个二十八这个是加速度嘛，对不对？数字越大，代表它的加速度越快，所以它会越少，它会就是只是一点点时间，它就会冲得很快，所以它就会变化会非常的大，变化非常大就会懂了。所以这个弯路比较小的话，它就会没有那么快，加速度没有那么快就比较开。不是这样。来，同学，一开始在哪里？再来，它的速度是什么？负二哎，不是正二哎，所以也在转，下降，所以它是往下冲，它是往下冲，往下冲之后呢，他又说他开口要向上，所以图形只能怎么画？你不应该擦掉了，也许是我看错了。怎么样？接下来我图形怎么画？因为我只能开口向上，我要开口向上，所以我只有办法怎样？只有办法这么画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的困难是，我不知道我要画这样呢，还是要画这样呢？还是要画这样呢？我们怎样尾这对起来了？所以我来算算相位，我来算平方减四 ac 嘛，啊平方减四 ac 你是偌济？负二，所以负二平方再扣四 ac 嘛吼，这个是安怎？四扣掉这么大的数字，这个180，相减怎样？176，负的对，负的176，负的176告诉我怎样？没有答案，所以我刚刚画的时候应该选哪一个画？没有焦点，对吧？这个才是答案。所以这两个颜色是错的，真正的正确的是个白色。而且这个焦点跟这个焦点可以对称的，这是同样的高度，这是同样的高度。所以红色跟蓝色是错的，你只要画白色的就够了。我是在跟我一样。一看到我也爱错，我一开始画的那个错，就是错在一开始那个，错在这里的，因为它速度是负的，所以它是往下。好，你 OK。好，你们那个。考试的时候把你会的东西全部写出来，对不对？你们那个二次函数跟配方法的题目是什么？你们以前的那些东西自己看一下，可以查。没上哎，大概来考了，下课。老师，你有没有比较重要的？叫重要的。二次函数就蛮重要的，二次函数吗？关。